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瘦红。今天约了一个美女一起去看舞台剧，看这谁？小草，我们一起要去看舞台剧啊。这边还有《似水年华》，还有很多自驾游的朋友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，我个娘亲啊！现在和鳗鱼骑着电动车去逛街啊，去看剧，舞台剧。舞台剧啊，这个坡太陡了。是你太重了，不是我太陡了。我们两个打 S 弯上坡，我下来走路都比这快。嗯，现在应该有个三码，三码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行，还可以。Beautiful, very good。这里我们弄的金城公主剧场，准备去看舞台剧。对。第一次看，我第一次看。对，你也第一次看。以前没看过，啥叫舞台剧都不知道。没见过，真没见过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剧场了。哎，对。鳗鱼手机没电了。对，锁不了车。扫的车又锁不了车。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大家出个办法。叫来了一个有充电宝的人啊。嗯。太惨了。好惨呐，还这么冷。看谁跑过来了？你有充电线，小草，你没充电宝，你跑过来干啥？他们说你可以下车，直接一锁就锁上了。咋锁的？谁说的？叫他来。你用我手机登你微信呗。这边《似水年华》也来了。走。后面人呢？都来了。你们先去。那好。还不了了。你们先去。不是你这车咋了？我刚刚手机。他手机没电了。我这里好像还不了车，他们都走了，就我自己等你。哎呦，我们两个等你，太有意思了。看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人啊，我们一起都来了，都来了，走了。金城公主剧场，要戴口罩的，没口罩啊？我捡，有口罩吗？哎、我早知道带一包过来卖了。有口罩吗？都没口罩。没口罩。机座下面有，下面有，下面买一个。谁下面？这边有好多朋友。早上好啊，准备在这里吃饼啊。刚才那边大哥送来了几个饼，在这里加点咸菜，还有辣条吃饼。哎，大壮，早上起来都准备做饭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车里的炉具都拿出来了，每个锅都要开始做饭了。哎，不准枪尸啊！耶，他还叫呢，这个小狗，在这里捡一个是狗啊，拉给锄头去玩。走，拉给锄头去玩，给锄头玩吧，这个狗玩吧。他又来了，咦，这个小狗凶得不得了。这叫奶星吗？溜一溜锄头啊，在这边有很多小狗，这小狗凶得很。有，这俩见了就打架。最长遛狗，鳗鱼，速，小草，看一锄头，锄头来欺负小草家的狗了。这边大哥东北都在直播，谢富夸哥，看看似水年华，吃了吗？正在做，吃了没？我们吃过了。出来！哎呀，鳗鱼家的帅帅又来了。这个狗只要放开就死上一大片，锄头都怕它，不想跟它玩。锄头不给他玩。锄头说你别过来。下玩会儿吧。干嘛？一只。凶的。锄头上车锄头。干起来。再叫还叫他上来。下来吧，下来。他挺听话呀。他跟我的车一样啊。哎。锄头，哥们儿呢又不想放车里面，想放外面，低调中奢华，就是采用了一个全程的无缝喷涂，你知道吗？
这无缝喷涂有点别瞎摸啊，跟你说摸一块都得摸一下都十来块钱。无缝喷涂采用江苏宜兴紫砂的原理锻造式啊，无缝喷涂。这是个房车。对，这个这不但是房车，你看这个了吗？还是碟刹呢，兄弟们。主要是采用了最复古的没有挡泥板，就是任自然飘洒。